在新加坡继续我的探店日常。这是一家日式自助点餐的餐厅，听说菜品多元化新鲜，绝对会吃到扶墙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吃自助就是一次性可以尝试到不同的菜品，这样就很值得了。这一片是炸茼蒿，洋洋的。对，我们把八种可以畅吃的生鱼片都点了，里头有金枪鱼、旗鱼、鲷鱼、三文鱼、鱿鱼、章鱼、黄尾鱼，还有甜虾。这一次的日料探店，我最馋的就是这个日式寿喜烧。这是一种以少量酱汁烹煮食材的火锅，酱汁主要是用酱油、糖和味淋混合而成的。锅里放了蔬菜、豆腐和菇类，肉类是根据喜好分开点的，把食材在酱汁中煮熟，然后蘸着无菌蛋来吃。蘸着无菌蛋来吃，不只增加了牛肉的顺滑度，还起了降温的作用，太好吃了！马上再烫一片猪肉试试。当下正在剪辑视频的我，一直在猛吞口水。猪肉片也好吃，但是还是牛肉片更香。这自助真的很值得。那一天我们点了超多份牛肉片的。在日本，寿喜烧一般被视为一种冬季传统料理，在我看来就像火锅一样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吃。光不美不管啦，没有人看我啦。一口接着一口，看到美食真的一秒都不想等，还是得踩刹车，还有其他的菜品要吃哎。吃寿司必点的鳗鱼寿司和甜蛋卷寿司，当然手机先吃。没有，他吃到快，感觉我们也要吃到快的感觉。你要放吗？很甜的，他的蛋很棒。都是莲藕。它是白的，看一下酱。我们上次去是好像有吃到酱类，点了份刺身六点胜，最后一片也是切的最后的一片是旗鱼。很浓的，这个我会叫，就可以。接下来是金枪鱼。有点太软，新鲜的我还没吃过一样味道。这是一卡鱿鱼，这是甜虾，这是黄尾鱼，这是鲷鱼，真不觉得自己在吃鱼， QQ 的，凉凉的，甜甜的。生鱼片系列里唯一熟的八爪鱼，有嚼劲但很容易咀嚼。还是想吃杂物，点了鸡翅和炸鱿鱼。接下来轮到天妇罗系列，炸茼蒿、炸虾、炸金针菇，但是蘸天妇罗的酱汁里没有加白萝卜泥哦，奇怪。印象中白萝卜泥有解油腻、帮助消化的作用。Spider Monkey 软壳蟹寿司卷，
一口塞入嘴里，醋饭的香，软壳蟹的脆，伴随着鱼子的爆破感，太安逸，太幸福了。吃日本餐一定要吃 Agedashi Tofu， 豆腐外裹一层面衣后进行油炸而成的，一定要慢慢吃，豆腐超级烫嘴的。吃点沙拉，缓和缓和一下。点了两种手卷，先来吃炸鱼皮手卷。接下来挑战纳豆手卷，听说纳豆非常健康，但是味道就……赶快喝口冰绿茶压压惊，至少我试过纳豆了。吃雪糕啦，有椰子、绿茶，还有焦糖布朗尼口味的。吃完雪糕，好像又饿了耶。有一点像那个叫莫妮卡的鸡肉，好假，冠军酸的，酸的哦。酸的哦 OK， 你别看你这样，哪里？因为烤我等于。娜娜上台吃掉啊！越炸越大片哦，我是大片的，比较偏方大片。就这样开心满足的扶着墙走出这家性价比超高的日料餐厅。